汝负我命，我还汝债。一世姻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生死。汝负我命，你呀、啊，负就是欠，你欠我的命，我还汝债。这个你欠我的命也要还我的命，我欠你的命我也要还你的命。生命，你欠我的债，你要还我的债；我欠你的债呢，我要还你的债。我们互相啊，这是有这个，你欠就要还，互相啊来抵偿。一世姻缘，以这种的姻缘呢，经百千劫呀，经过呀百劫千劫。甚至于万劫、百千万劫，那么长的时间，常在生死，常常啊，在这个生死轮回里边，啊，如爱我心，我怜如骰，一世姻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缠缚。啊，你一读这个文呢，已经应该生出无穷的这种的，这种的恐惧心。你看啊，这说的，汝爱我心，你呀，就生出一种爱我的心了，我怜如骰。这一种爱心生出就是无明，一个生出来，我怜如骰。那么这就是啊，又有一个行了，无明就有行为了，我怜如骰啊，看呢，生一种可怜心，生一种怜爱的心。这种的问题呀、啊，又是讲到男女的问题上来。这个世界呀、啊，离开男女的问题，好像就没有话讲了似的。所以佛经上啊，也是啊，不是说左说一遍，右说一遍。可是啊，这个佛并不主张说叫你啊，你爱我呀、啊，我爱你呀、啊，这么乱爱乱爱，这么乱七八糟的，乱爱也这么一乱爱一通啊，一点那个规律也没有啊，一点的这种的方法也没有以为啊这个事情啊是很随便的。所以这就错了，一世姻缘，以这种的姻缘，经百千劫呀，又经过百千万劫哦，常在缠缚啊，像那个用那个胶啊，漆到一起了，分也分不开，粘到一起了哦，这英文叫什么？为了 stage，你看啊，解也解不开，摆脱不开哦，互相这么，这就以为这是哦，真是好得意的，以为好还不错呢。其实怎么样啊？把你粘到这地方不能到佛那个果位上了，你看嚼的还不错呢，嚼的 love 什么？啊